对，这个船是不是觉得很酷？其实呢，我今天打风的原因呢，是因为要找出它漏风的地方哈，因为昨晚呢睡觉睡到一半，它扁了 ，OK， 所以不太实用。So， 啊，其实呢，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去淘宝买这些充气的东西哈 ，OK， 充气的东西，比如充气的船啦、啊，充气的沙发椅啦，啊，充气娃娃就不好说了哈。OK 啦 ，OK， 拜拜。